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那么9月8号啊，9月8号。那么下面呢，开始给大家呢做节目。好，喂，你好，师傅，稍等。啊。哎，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师傅。嗯，谢谢。嗯。哎，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嗯。他是这样的，他说是人去世后啊，把在地府把他的一生在大屏幕上显示出来，就像放电影一样，大约持续2个小时。为什么师父看图腾看一个人的过去，一瞬间就全部知道呢？就请师父看一下，这开始一下这个问题。我问你一句话好吗？师父，如果你这个刚刚读书不久的人。你看一本书是不是一行一行看过来，跟一个文学家他看书一行百目，这个一目百行，嗯，一样概念吗？不一样的，不一样。比方说你现在中文水平很高，你看一篇文章，你眼睛瞄一下，你就大概知道他写什么了。和一个小学生刚刚开始，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在给他们看图腾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快？因为只是粗略的了解一下。到地府的话，为什么法官为什么要不停的要延后开庭啊？就是要审阅稿件呐、啊，审阅他们的案件呐、啊。啊，那就认真呀。那到了下面的话，你当然开得很慢了、啊，对不对啊？哦，明白了。好、哦，师傅，您这样说的，明白了。师傅，您的嗓子是不是哑了，师傅？没有啊，一点点。哦，一点点。嗯，喂师傅。哎，你讲吧。嗯，师傅，区别是什么？听不清楚，再讲一遍。嗯，你现在你等等啊，你这个电话线现在不是太好。他说我嗓子不大好，那我就得喝口茶。嗯，电话已挂断了。嗯，哎呀，线路不好。嗯，没办法。嗯，跳线了。每个星期五呢，十二点钟呢，师傅呢总是给大家呢这个做那个。悬疑问答节目，那么很多人呢有各种各样问题，其实呢打进电话呢跟师傅多聊聊呢也是能够啊得到一种加持的，因为我们人跟人之间都有气场，跟一个好人多聊几句你也会得到加持啊。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师傅。哎，今天是可以解梦是吧？对，嗯。啊，好，我吉隆坡回来之后，就是做了好几个梦。嗯。昨晚上就做了一个，好像是说那个8月底结束了吉隆坡法会，又开法会呢。嗯。然后，但是上台讲的不是师傅。是另外一个人，他就一直看着那个讲演稿在读，然后开始的时候也不敢抬头，就好像怕大家认出来不是师傅在讲，然后就是整个过程就是一直感觉是拿着稿子在讲，有点那个照本宣科的样子，不像师傅那样，就是还会调动大家的气场，调动大家的氛围，来互动什么的。这个梦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梦很简单啊，你先把你的鼻子不要靠近话筒好吗？好的。呼啊呼啊呼啊，太响了，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像这个梦呢，就说明啊，有很多人啊也想像是师父成为师父这样在弘法度人，但是呢自己的氛围不到，功力不够，功德不足，明白了吗？啊，也不是件坏事，就是说明有人一直想啊像师父一样在弘法，这也不是件坏事，明白吗？嗯。啊，明白明白，跟我没个什么关系是吧？跟你没什么关系，你看到的梦中看到的可能他们吉隆坡也有一个人非常想讲吧，我想。行好，那个前两天就是也是吉隆坡回来之后还做了一个梦，应该是头祝愿节之前吧。嗯。然后我梦里就是梦到好几头被杀的猪就放在一起。哦。然后，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困难，那时候就通过养猪来供我上完的大学。哦。我在想，是不是跟那个有关系？一定一定，100%的。嗯。啊，然后我自己就许了21张小房子来超度这些猪，可以吗？可以啊。太少了，你一共梦到几头猪啊？有5-6头吧。5-6头啊，啊，像这种一头至少49张。哦。太少不行的。知道了。好吧。嗯。你学的什么科目啊？嗯。学的建筑。建筑啊。啊。我还以为你学的猪科呢。猪科没有没有，猪科的意思就是各种科，叫猪科啊，猪味的猪，猪味的猪，猪科。没有没有，好好乖一点啦！我告诉你，这种东西，父母亲啊，为你啊读书啊付出很多，所以这些东西该还的要早点还，不要等到年纪大了躺在床上的时候，那些猪都会来找你的，我不骗你的，嗯。啊、哦，好的，明白了吗？好的。好，感恩师傅。没啦。我的问题问完了。哦，你的问题问完了。好，再见，再见，再见。嗯，好，再见。再见。嗯。喂，你好。喂。喂。你好。喂，啊，师傅你好，你好，我打到师傅的电话了。哎，你好。嗯，师傅，我有点紧张，我已经好久没打通你的电话了。嗯，讲吧。啊，好，师傅，请你解答几个问题啊。我帮师兄问的。有位师兄他就是最近，他就是那个家里有一条那个这个小蛇跑到他家里去了。然后大概是1米长嘛，他就是为了自保吧，然后家旁边还有小孩，然后把这个蛇就打死了，然后就把它扔掉了。师傅，你看这个情况大概是要需要多少小房子？多大的蛇了？大概是1米多长吧。然后他们家还有那种是用那种仿真枪把它打死掉的。哦，仿真枪，用仿真枪打死的。对，他家是在农村里面。哦。嗯。啊、哦，啪噗，就这么打死了。对呀、啊。嗯。哎呀，哎呀，好好念经嘛，那只能，好吧。师傅，你看这个需要多少小房子呀？108遍往生咒。哦，好。小房子念7章吧，好了。嗯、哦，好的好的，好，师傅，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像男孩子的额头比较高，他就是比较有官位比较好。如果女孩子的那个额头比较高，有什么说法吗？一样，天庭饱满，就是一生比较顺利。哦。天庭发亮也好，对不对啊？哦。哪怕你擦出来的油发亮也蛮好。嗯，好。啊，谢谢师傅开示。啊，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师傅，因为有的人他的就是嘴巴他比较厚，是不是他说明他这个人比较善良，比较老实、啊？中是有点忠厚的，嘴巴比较厚的人呢，一般来讲呢，
很多讲法的，这个人比较忠厚老实啊、比较孝顺，什么都有的。嘴巴薄的人呢会讲，明白吗？明白吗？也不能算件坏事情，对不对啊？嘴巴嘴唇皮厚的人比较笨的、就嘴巴比较笨的、哦，好，像我的嘴巴就比较厚。好，师傅，我还想下面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师傅，就是以前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那个造那个鱼，就是那个钓鱼的工具的业障比较大，对不对？现在有些是渔船的渔民嘛，有一种职业就是帮这些渔民啊，帮他们去造那种渔船呐、啊，这种业障是不是也是很？因为他们也赚很多利润啦、啊，这种那当然了，那当然了。你搞这些东西，我问你啊，你造枪造炮，对不对啊？你人家拿着枪不去打仗，那你就业障不多、你如果一去打仗了，业障全算到你身上来了。明白了吗？好的。就是这样。好，明白。师傅，下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他昨天梦见，染头发，因为头发是烦恼嘛。如果他是染头发，是有什么改变呀、他正在改变呀、改变是不是。染头发，他就是正在改变当中啊。好，师傅，对不起，我还有点紧张。没事。还有什么问题啊？师傅，你看看你，你可以改一下，我现在念经念小房子的那个还可以吗？念小房子的那种。蛮好啊。因为我就是那种，就是要念经必须念出声的，就是不会默念这一种比较。念出声嘛，就念出声好了。念出声嘛，多吃点西洋参，因为气出去多了嘛。你真的，我跟你说真话，不跟你开玩笑，就是多嘴巴里含一点西洋参片，你看过去说书的人，他都要吃西洋参的，吃人参啊什么的补气呀、因为你必须要，你喜欢念出声，你当然要补气啊。明白了。我还可以，就是因为在法会上面，就是会被同修每个人同修都会指正我不应该这么念经，所以心里面还是有一些自卑吧，就是觉得哎呀，这样好像都跟人家不一样，是这样。你念出来声音响不啦？很响啊。还蛮想的，有时候就是在我就会跑去偷偷的去外面念经，就不在那个观音堂念这样子。你念两句给我听听啊，声音多响。念呀、怕什么难为情了、师父在，念给我听听啊，我听听你正不正啊。我就是千手千眼我也他不心疼你，我就是那么就是这样子。讲啊，念下去啊，念下去啊，我叫你听再听。亲手亲眼我还担心陀你那么好了，打诺多阿姨那么列普的经理说吧，列普的上的朋友们上的朋友们向着你讲一爱那么老爸也祝打诺见那么心情的多你妈列普的经理是否让人突破那么那其实心里毛宝的三面三毛多都是妈心里三毛三多那么宝三多那么宝钱毛宝多多大尺度按阿婆的心路家里加入的一系列毛宝婆的三多三毛三宝宝那么那么心里经理同意舅舅节目做做了把这里毛宝把这里靠大地是否让也这样这样毛宝法么那毛宝的一系列做什么阿拉森法拉森法拉森法拉森风土我们拿风土我心里做啥心里做什么不利不利不对不对弄点那精神弟弟说你们不要么能什么气腿什么毛气腿什么气腿也是不来什么拿精神什么毛汉的哪什么下身阿摩琴也什么什么毛汉阿气腿也什么整间的阿气腿也什么不怎么接气腿也什么拿精神不行那有什么那么好的大脑多少人那么好的不利弟弟说不利也说不好安心一个那个阿水所以我说师傅怎么还没叫我停啊我都念完对不起师傅停不下来了不是你说我没听到你的声音对不起我觉得没什么不好啊不是蛮好吗只是说你自己念的时候呢有意识的呢喉腔不要起共鸣口腔多用点力那你这声音就出不来了明白吗你可以稍微再轻一点点好吧好的因为师傅我有时候在法会是不敢那小房子就都 没关系的都在家里好多那你有什么关系谁到在那个地方谁都知道谁在念经对不对啊念出来不念出来都一样
对不对啊？嗯。啊，只是你念出来的声音不是太圆润，对不对啊？哦，有点。啊，人家你比较硬啊，你这边这个，像吃钢豆一样的，像你要这个东西要圆润念出来，对不对啊？哦、现在念回来了。师傅，你跟不跟你说说我的毛病啊？我最近我也修了好几五年时间了。嗯，你修的蛮好的，你没有什么毛病，哦、你很认真，你是个好孩子，哦、好吧？是啊、哦。好好念经吧，嗯、要学会放下、嗯。你这个人就是放不下，嗯，明白吗？哦。好吧。嗯。嗯。好的，师傅，师傅，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你就是帮一个新师兄，那个就是选几个名字，我就。大概率就讲一下就好了，好不好，师傅？嗯，好，他姓钟，那个钟表的钟，他叫钟如意、钟婉容、钟景峰、钟明轩，他是86年的。86年属什么呢？属老虎。第一个什么字啦？钟如意，就是那个如。啊，钟如意嘛最好啦。哦。钟如意嘛就如意的呀，哦、对不对呀、啊？或者叫，啊，对不对呀、啊？或者叫那个钟林轩可以吗？那个林轩不灵哦，那个林字不好，哦，林字不好，不行，有林的不好、嗯，还有刚刚第三个也很不好，第三个字，第三个是婉容，婉容、就是，你想想看，对，就过去的这个传统东西太多了，你看那个溥仪的那个女的不叫婉容吗？嗯，太古色古香了，那、就是、太古色古香容易倒霉的。过去的名字少用，嗯，对不对啊？嗯。你看姓苏的有人叫苏东婆婆了，没有了，过去了，已经是、嗯、过世了，你不能叫的一些名字，明白吗？明白。好啦。好。再见啦。师傅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师傅这次法会好辛苦，你好辛苦的。我们在法会上面虽然没见到你，但是都能感觉到师傅很关心我们的，因为师傅，我们还是下次在法国法会，希望能够师傅不到手，这次没有到手。没问题。嗯。因为好。因为，反正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对不对啊？低调一点，什么事情都要低调一点啊。好了。好。你其实师傅能够让我做有缘众生，我也是尽量的在网上。你一定会做有缘众生的，你放心好了。好，拜拜。好的好的，感师傅啊，再见。喂，你好。师傅。哎，你好。您好，师傅。你好，给恩师台长请安。谢谢。师傅，这有一个您的法身开示，我给您读一下好吗？嗯，你先读读看，是不是我的？我觉得是。完了，您这跟那个白话佛法，跟平时那个开示里。说的好像语气都差不多的，让给我老伯伯老妈妈们，我给您读一下啊，请您验证。人不能功高我慢，一功高我慢就是倒退。任何人如果有藐视他人的想法和行为，都视为卑劣。人最高的是要学会平等，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平等，学会尊重。人与人之间都是缘分，善缘来了要珍惜，恶缘来了也要心明。当一个不好的缘分来的时候，要观想自己身上是否有他说的那种。要记住，别人就是你的镜子，你自己不擦镜子永远看不清自己，而别人给予你的意见可能就是你本身的不足。所以要珍惜缘分，善恶都是好的，要有平等心，莫要分别，善待别人，别人会对你更好。相反的，你不发心的对别人，也不要当别人不知道。现在的人都不傻，只是不想说罢了。每一个人如果有上进，没有上进心就叫倒退。师父给你们讲，学佛要上进，要自己跟自己比，自己逼自己一下，
人生短短几十年，还有什么去争去斗去夺呢？想开点吧，今生投人实属不易，难道还要在这个世界上痛苦的挣扎吗？有些老妈妈们，当他们看到这么好的佛法，他们感到自己遇到的太晚了，他们就拼命的努力学习。台长，不要激动，慢慢讲啊，要教育别人啊。讲吧讲吧啊，教育人家啊，给人家多一点人教育，待会儿感动啊，念完了再感动，太难，好啦，听话了，都知道，啊，不要等到你们像他们一样大年纪才后悔，那真的就晚了，时间不等人呢，还有时间娱乐吗？自己再去打打麻将，跳蹦擦擦吗？灾难一天天在你们身边发生，不要不当心的，没有观世音菩萨保佑你们，能挺得过命里的灾难吗？新闻报道天天有地震水灾，越来越频繁，不要不当心呢，环境的灾难即使躲得了，本身的灾难你躲得了吗？如果没有观世音菩萨看护你们，你们的平安都来之不易啊。努力吧我的孩子们，你们天天上班忙什么？忙的是家里的健康，还有自己回哪这个月挣了多少钱，这些虚幻名利都是假的，今天有了明天会没有，今天丢掉了明天还会来，努力一点吧。师父看到你们努力的去渡人去救人，师父非常开心，师父跟观世音菩萨祈求加持你们，师父希望你们多多渡那些老伯伯老妈妈们，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闻到观世音菩萨的佛法，如果可以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来法会，师父不光自己加持他们，师父还会观世音菩萨加持他们，希望你们弟子们还要再接再厉继续努力，你们是心灵法门的火种，你们是心灵法门的希望，最后师父希望你们能够看破放下烦恼，师父希望你们都能成为一个一个标准的小菩萨，师父一定加持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师父走了，师父念完了。走了，在梦中啊。在梦中啊。对。啊，那你说是不是真的啦？我觉得是真的，因为您平时就讲的说功高我慢扯高济扬，那都是傻子，人必须学佛人一定要谦卑。哎呀，知道就好知道就好。嗯，我昨天还在讲一个事情，我昨天还讲了时间不等人，我昨天还在讲，我说一个人如果自己不逼着自己把一些啊这个做好，把一些啊这个人间的一些烦恼去掉，这个要出事的，时间不等人的，真的是这样啊，明白了吗？对对，就像您那个白话佛法，今天的昨天的白话佛法说讲说前脚落地后脚就得赶紧忘掉它，赶紧往前走了。对了对了，一个人不能老这个前脚落地后脚还不跟上，那你就永远是活在过去当中啊，对不对啊？对啊，对，就像您说的似的，就说好事一想就漏了，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呀？对呀，没了，过了就没了，对不对呀？对，所以就是想抓紧时间，就像您这个昨天说的白话特别好，就说把那个快乐、慈悲、善良、同情、谅解、容忍、宽心、爱心、悲心全部修出来。把这些全部贡献给世，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琢磨。对对，
你很好啊，你还看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多好，昨天刚刚讲的，你看你已经听到了，多好啊，对不对啊？这白话佛法一次讲的比一次好。还有就是说，您说别人就是你的镜子，就是有的人如果说就好比说别人说你这个人没有慈悲心，可能就是说的这个话不好听，但是呢他也许就是说提示你，就是说你这个人有没有慈悲心，可能有慈悲心你在开悟，可能就是说你那慈悲心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你不要生人家的气，你生人家气你就傻了。哎呀，我看你越变越有智慧了，多好啊。哎呀，不是我太愚痴了，您说过我太愚痴了，太不开悟了，我也想开悟，可是我怎么能开悟呢？您加持我让我开悟，我什么都不要，我就要开悟，我就要提升境界。对啦，你现在已经在开悟当中了，你觉得自己不开悟，而且你现在的理解力也在上升啊，所以要好好听师父的白话佛法，你听得懂吗？要好好听的，很多人呢、啊、真的在师父身边都不好好学白话佛法，你在我身边看见我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你要提升智慧的，你没有智慧你怎么修成菩萨？难道菩萨个个上去都傻傻的？他们全部都有智慧的。哎，对，菩萨都是有智慧的。啊，对了必须得用到实践当中。对呀、啊，你理解和不理解，你理解和不理解那是两个概念呢，对不对啊？对，我觉得您说的一句话，其实抓住您一句话就能开悟。您说的人生就是一个妄觉，就是一个妄想的感觉，其实。那对了，有不得了了，哎呀，开悟了，开悟了。真理就您说这是个人生的真理，真理就是让我们去实践。嗯，对呀、啊，一个人不实践哪来的开悟啊？对不对呀、啊？你说说看，一个孩子为什么会被人家骗呢？从来没骗过。骗过的人还会再受骗吗？有时候你没有办法，在人间你必须要受些苦，你才能开悟的吗？对不对啊？对啊，对，其实原来就是想不明白嘛，无明嘛，所以说他吃苦不明白，而且还烦。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要珍惜恶言呢？说恶言来了，也许他就是来提醒你的，就是来点拨你的。你不要生烦恼心，你生烦恼心，你原来做的功德不但漏了，而且你不利于你修行。你讲得很对呀、啊，你要知道，我就讲个简单例子给你听。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生气过，一辈子都平平安安的。最后6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生了个大气，最后气死了。和一个人一直生小气，气了之后觉得哎呀，气出病来无人替，慢慢理解了。等到他60岁时候有劫来的时候，他不就过了吗？但他命就保住了。对呀、啊，你说哪个好啊？这还不懂啊？对，他没有闻到佛法，如果他要闻到佛法的话，你说他得这辈子做多大的功德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今天我一看见早晨有一个人的腰那么歪着，可能是个男的，但是我一想，师傅说了不要读医经，我还没有能量了，我真想回家赶紧跑拿一本书完了给他，他看不看是他的事，真的觉得，对、啊，哎呦，看谁都想读，但是我一想呢，我自己又没有能量，所以我就玩命的念经，玩命念小房子。嗯，对呀、啊，你这个，我现在算了算，如果说要是早晨5点起来，晚上11点睡觉，我一天能念10张小房子。你现在知道了。我告诉你呀、啊，真的只争朝夕呀、啊，一个人一天就是像一生过了一样的。你的早上很快就过了，到了中午了，到了中午你不好好的做工作，不好好的修心念经，你又浪费了，又晚上了，又一天就过了。一个人一对，尤其是30000天80岁，你算30000天80岁，你看你们活到了多少天了？想想看好了，知道了吗？我就好像就感觉就不明，有时候在自己想想美事，想自己做的那些好事，你说你有什么可想的呀？你还不赶紧继续做下一个功德？对呀、啊，对呀、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啊，啊，对不对啊？嗯啊，您觉得我原来那个念头特别乱，特别脏，现在好点没有啊？好很多了，你现在不是好了，你是开悟了。我看你老人家开悟的很厉害了，
你现在能够脑子里都想到别人，看见人家腰弯了，你这人伤我痛，大慈大悲呀，你多好啊，你还要觉得怎么样？是我在家就是那些就是窗台上啊，水池子边上啊，差不多隔一两天那都能看见那种小黑虫，一看那小黑虫我就跟我儿子说，千万看着点，把它放在一张干的那个手指上，它有的都能活啊，我说我让他你再拿手指给它包了再扔下去，我都每天差不多隔两天我就能看见，我就给它包起来，它都没死。记住了。扔得远一点，没死的话待会儿又爬上来你又扔下去。我们家住楼上，我给他放楼下去，扔楼下去。哦，真好，扔到人家家里去是吧？不是，楼下是草地。哦，你最好嘛，哎，草地就可以了。那些虫楼下是草坪啊，那个因为虫比较轻啊，所以你放下去它不会摔伤的，明白了吗？啊，对对对，嗯，我给他裹了一张纸，那个纸给他弄松一点。哎，不容易啊，只要有心念就好啊，只要有善良的心念，菩萨就会加持啊，好吧？我感觉到了菩萨定加持。还有就是说，那个我有没有缘分？哎呦，听您这个开始以后吧，我也想抓紧去一场法会，就是法国的法会。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报，反正我努力一下吧。嗯，反正你记住，这个去不去都不是太重要，最重要是心中要有佛，对不对呀？嗯。如果你去不了的话嘛，师父还要在墨尔本啦，还有在新西兰啦，我都会有这个机会。接下来今年还有墨尔本和新西兰的法会呢，嗯，明白吗？啊、哦，嗯，好吗？好的，我现在想开了，我随缘，我尽我的努力，对 对，我随我的缘。对。好吧，能够到墨尔本也可以啊，新西兰都可以近一点嘛。嗯，好吧。嗯，还有就是说，在法会上，如果说我结缘，就是好比说吧，我去法会，我跟菩萨妈妈发愿，我说我想在法会上度十个人，我这样可不可以用妙法把那个十本师傅的白话佛法，因为实测太好了，我读了两篇，结缘给那个有缘的新人呐、啊，主要是新人让、啊、他们回家去看一下，完全可以，非常好。可以，那我就跟菩萨妈妈许愿，我说我去一场法会，我要度十个人。嗯，因为师父第十册的讲的越讲越深了，但是呢，我又不敢讲的太深，我还是把它拉成白话佛法，你明白吗？嗯，对对，特别好，我背回两本来呢。好啦，老妈妈，那就讲完了。还有，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梦里要经者特别多的话，不许呀，就这么一波一波的，因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就说一波一波的49张啊，108张、21张，这么一波一波的念，应该是没问题吧？有的时候你说，念完要经者，有时候记吧，就记不清楚了。嗯，没事的，一波一波念就可以了。嗯，没事的。还有就是说，如果说像你像给师傅放生，我看广播里有人就是讲，可是就是说，如果说在广播里就是说一次，是不是就是说的那部分就变成有一部分就变成有相布施了呢？啊，那不会的，嗯，其实有相布施和无相布施已经到了境界问题了，它并不影响你的功德，你听得懂吗？啊。你比方说你做好事，你做好事讲了和不讲都是已经在做好事了，这个概念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做好事不留名的更好，一个是很好，一个是更好，听得懂了吗？啊，听得懂了，反正就是说尽量不在广播里说给您放声，是那意思吗？都没关系，你要说的话都没关系，这个都无所谓的，因为告诉别人也是让人家法喜，对不对啊？你告诉师父，师父也会给你回向，也会回向给你很多的这个福。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相互的嘛，就像我对人家好，人家对师父好一样的，这没事的。那我那天就是去法会之前哈、啊，我就讲，哎呀。
不行，还得去放生。这次实在是没有时间放，我得去赶紧放生。结果到市场以后也没有鱼，后来我心想有鲤鱼得了，我就放了12条，给您放了10条，完了给我放了1条，给我儿子放了1条。我说你给我挑鲤鱼妈妈，完了就是到了那个，我就问你，你放完之后是不是你感觉到特别开心啊？我不但开心，是特别的开心。那天吧，就是那天下午北京是下了半条雨，下了一宿雨。那天出去的时候，完了楼下呢还告诉我说你别出去了，今天那个天特别不好，有大雨。我说我心想我不管，我要去法会，我还不能跟他们说。后来我就去了，到了那个放生点呢，完了就是放生的时候吧，后来我自己去的嘛，我推着那个电动车，完了我一看天上那个太阳出来了，这太阳一眨一眨，就感觉是眼睛似的，和我拍照片也是像眼睛一眨一眨的。哎，我说为什么太阳出来呢？怎么太阳出来？我觉得哎呀好高兴好高兴。等后来呢，念完经了以后，完了感恩菩萨，完了我就回来，我推电动车一看，哎，太阳没了。我当时我就感觉，哎呀，菩萨慈悲我了。嗯，知道了就好了，好好修行吧，众善奉行，好吧，好。我跟您说个梦，就说那天做了一个梦，就说梦里吧，好像画画呢，就说感觉这人呢都在布施，有过去的同事，感觉好像不是我们心灵法门的。后来呀，我就感觉到特别感动，都在做功德嘛。后来我就感觉哭哭呢，就感觉泪如雨下那种感觉。等后来我一看，我说我看看我画的是什么呀？后来好像画的我的属相，画的马是什么意思呀？啊，这个没问题，马是往前奔的。属相说明你现在就返本归元呢，很好的。哦，还有一天梦里我就开始做好事儿，帮助们，这一宿好像都在布施。还有一个同志他开着车往上坡走，我说你把那车停下去，完了往前走吧。哎，他还往前走，后来我就推他，他也过去了，就感觉这个梦里啊，哎呀，一醒了以后特别开心，原来就是乱弄，现在就说那个梦啊，哎呀，好多了。好的，老妈妈给人家留点时间吧，好吗？好的好，感恩师傅，师傅多保重。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